Hello， 我是雅恩。那以下是我十月份的 K-pop 推荐歌单。那第一首是郑世云的《When It Rains》。那郑世云是属于 Starship 这个公司底下的个人歌手。那前一阵子参与了那个音乐剧《Grease》的演出，所以虽然这一首歌曲是跟先前他发行的歌曲是也蛮类似的，就是属于比较抒情的歌曲，但是因为有了这样子演戏的经历，所以让他的音乐表现力又更迈进一步了。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。好，那第二首是 AB6IX 的 Blind for Love。 那 AB6IX 是 Brand New Music 底下的第一个那个偶像团体，那五个成员当中的其中四位有经历过那个 Produce 101第二季的那个选秀节目。那他们这一首其实是隔了才半年左右的回归。那他们这一首其实是那个一张正规专辑里面有11首歌这样子。那这一首 Blind for Love 其实是延续了之前他们出道曲的风格，还有舞蹈也是走比较 sexy 的风格这样子。好，那他们11月的时候会开启第一次的世界巡回，那我们就期待他们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吧。那我们来听歌。
好，那第三首是 New East 的 Love Me。 那 New East 是 Pledis 旗下的一个五人男团，那他们其实是2012就出来的一个团体，只是之前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关注，那是一直到那个 Produce 101第二季之后，那大家才开始关注到他们的曲子这样子。那这一首 Love Me 是跟之前他们之前的歌曲比较不一样，就是比较不是走那种重节奏或是那个舞曲的方式，而是以比较轻快的一种呈现方法来唱这首歌曲那样子。那 MV 里面呈现出来的样子也是比较生活化一点的，那我们来听歌吧。